各位同学，阮即马开始上课，请大家起立。行嘞，大家请坐。各位同学，各位同学吼，大家好吼。我等下要要中昼啊吼，我也讲了，大家都要用餐啊吼。我即马讲一下较轻松的啦吼，我甲大家报告，阮即个九月初四去美国华盛顿，开诶酒会、甲记者会一寡感言吼。首先吼，我甲大家报告吼，伫迄个咱即摆讲到2008年伫二月初二诶时阵吼，台湾民政府吼伫台北正式成立啊吼。因为台湾民政府是根据万国公法、战争法伫台北正式成立的吼，随后呢吼，伫2010年4月25日，秘书长吼林志兴带领吼，阮所有台湾民政府的所有的同心吼，伫台北就开一个全球代表大会，而且嘛很圆满的结束吼落幕。这个时阵呢，咱选出陈仲谟先生做咱第一届主席。哦，这个甲来报告讲吼，咱台湾民政府这几年来所走过的那个路程啦吼。啊，过来，2004年，2010年7月初4日的时阵呢，台湾民政府吼接受邀请，伫美国华盛顿 DC 设立办事处，一直到今仔吼。啊，我等下会放一个影片互伊看，讲咱伫迄个所在办公室迄个场景，互大家看一下吼。因为美国吼，伫军事政府占了各全世界各国的时阵吼，伊拢会伫迄个国、伫迄个国家的时阵吼，会甲因个国家的人叫一名人，伫因个联邦大楼，伫美国联邦大楼，拢会设一个平民政府。咱同款吼，美国嘛邀请咱伫因个联邦大楼设一个平民政府，平民政府像伊拉克嘛，有伫遐设平民政府。当初麦克阿瑟占领日本的时阵嘛，是同款拢有设一个日本平民政府，同款的意思吼，所以伊嘛是进行。正式承认我们台湾平民政府，所以咱嘛有伫迄个华盛顿 DC 这个所在吼，咱嘛设一个办公室吼。等下我放影片给大家看。过来吼，九月初八时吼，2010年九月初八，咱正式伫华盛顿有办第一遍的酒会，迄是美国官方吼，甲咱台湾民政府共同举办的庆祝酒会吼，和美国。媒体迄阵，美国媒体有真侪人来甲咱拍照啦吼，采访，互美国媒体形容讲，咱是宋美龄以后台湾人上界成功的酒会，这就是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足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吼。这个这迄阵啊，过来吼，我甲大家报告，这是阮第一遍办酒会，咱的录影带吼，等下问遐吼，毋知还阁有无？这一袋可能100块、105块，尔足俗的。因为第一遍会办的酒会，那个这是迄阵咱还阁唔知影吼，要弄影，这是美国甲咱弄影，啊，互咱的，啊，咱刚刚做成 DVD 一只吼，互学员吼，伊若有兴趣的人会用买当去看，吼，这拢证明讲这路程，我咱讲拢无白扯，我们所走过的路程都有录影存证了吼。下一页怎么？哦，过来。过来吼，咱就是2010年11月的时阵，就是迄个办酒会办了，迄阵的迄年的11月，咱台湾这个华理学院第一届成立，因为华理学咱要讲借场地足歹借，咱也听着台湾民政府根本都无要借啦。啊，迄个秘书长吼，找一两年啊，迄阵伊想要做一个干部训练，然后因为咱有人，但是无所在，互咱做干部训练。美国嘛，伊要求讲啊，你想要执政啊吼，你一定爱做干部训练，所以伊就四处去演讲尔，四处去演讲找无场地。有一届呢，政治到阿公吼，就是拢咱第一届学员，咱拢2006年对秘书长过美国行到今嘛。伊有一届带尤先生，就是咱这个厝头家去听秘书长演讲，听了伊对秘书长足认同的啊。伊甲秘书长讲，伊有一栋大楼拢无用吼，就是今嘛这栋伊。伊演报是吼台湾民政府吼，吼秘书长去使用安尼啊。啊，迄阵秘书长来看的时阵讲，哎呀，你即摆咱即摆所坐教室，逐
间拢是房间啊，拢房间。伊讲啊，你房间较济间啦，根本无场地做教室啊，啊你嘛是不适合安尼啊。刘先生听了尔，过一工，随叫工人将这房间拢拱掉。哦，他毅然决然，拢没有第二无第二句话，就拢家己讲掉。伊拢无家己要求哦，伊家己去拱掉。佮叫工人拢油漆啊什么拢用到好薄，含裤脚拢用到扁扁安尼。秘书长看了就很感动，讲哦，有这种这么有心的人。所以你知，咱迄阵整修这栋大楼开三四百万呢，因为伊这间大楼我真久无用，一二十年无用啊，啊，所以吼、哦、我们花很多钱啊，大概第一届。我走过来那个心理路程足辛苦的啦，你莫想讲恁来遮可能是交五千啊、六千啊，是几数啊？你会觉得你花很多，其实你也知影前人走过的那个路哦、喔，你也知影恁咱即马来交这学费实在是对我来讲是难山的啦。不过我嘛是足欢喜的，因为我要找着遮济人来认同咱台湾民政府，我足无简单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很感恩。各位会用做伙来上课，甲咱参与民政府的运作哈，谢谢。啊，过来，第就是讲，就是三栋哦，咱就是办第一届的迄个了，然后咱第一遍了哈，然后咱训练三年了，美国阁要求咱。讲吼，咱那个经过去办第二遍的酒会兼记者会，所以咱伫九月六号吼，两千空就是咱今年的九月七日，咱台湾民政府搁伫华盛顿世纪酒店赶快举办记者会跟酒会。迄阵吼，这边本来预计是超十八个人就好啊，结果想袂到报名结束的时阵，居然有三十个人参加，哦，三十个人足大阵的哦。迄阵吼，咱第二遍，搁举办第二遍的酒会兼记者会。咱即阵邀请 ABC 的电视联播网，就是伫2012年专访美国总统奥巴马迄个名主持人 Scott Shuman 哈，伊到会场来甲咱做主持人。即天吼是真值得咱所有台湾人热烈庆贺，因为本人嘛有参加。我等下甲大家报告一寡足趣味的代志吼。会中吼，咱的主席，咱第二届主席就是曾根宪昭主席，伊发表一个足重要的演讲。演讲的内容，等下我来进一步甲大家报告吼。你看一下吼，这就是咱迄阵九月七日，下昼差不多九点的时候，从机场出发，然后因为这是第二队吼，阮三十个分做两队，第一队就是当作爱潘信行讲师，伊带第一队，伊带十八个人。然后本人吼、哦，加迄个夫人，哦，这是本人跟夫人，还有那个潘副主席哈、哦，阮阿哥咱的总会长，阮有十二个人做第二队，第二就是因为一届无我都买着三十张的婚礼机票，所以我们分两队出发这样子哈、哦。然后这就是上尾啊哈，咱伫迄个上亚特兰迄、那个伫雷根机场要出关的时阵吼、哦，啊，阮大家伫遐合照。诶，拍照啊，纪念吼、哦！啊，这就是阮大酒会酒店。第一遍拄去的时阵，伊唔知影，佮甲咱挂中华民国旗啊！哦，啊，阮哦随个抗议啊，讲啊，你弄错了，阮就个抗议讲，诶，你弄错了，我这唔是阮哦，我们是台湾民政府哦，伊随换，伊马上换哦，吼，他马上换。伊就随甲咱换咱台湾民政府旗，啊，这是因华盛顿 DC 特区的旗啊，吼，这是饭店的旗啊，啊，这是美国的国旗啊，吼，这是咱大迄间酒会，迄个文化饭店啊，吼。一只话大家讲一项趣味啊，就是阮九月七日为桃园出发的时，然后分作两队，拢同时到东京机场啦，吼，日本的东京，为东京机场，甲个分两批出去，第一批的就是。第一队就是潘信行副主席，当阵因带队带到底特律，为底特律美国底特律，佮个搬飞机搬到那个美国 DC 的雷根机场。然后阮第二队吼，就是搬到亚特兰大，美国亚特兰大迄个城市，佮为亚特兰大佮个搬飞机搬到雷根机场。因为我是第二队，所以我知影第二队一寡趣闻啦吼。当我们到那个东京机场的时阵，超已经会到啊啦。哎，到阮就伫遐等，
等到差不多三四点的时候，我们就很顺利的坐上了飞机，飞十几点钟的飞机，坐到很艰苦，坐飞机坐得很那位都很细位的，大家都坐到很辛苦，但是也很顺利的啦，经过十几个小时就飞到亚特兰大。当我们出去亚特兰大的那个机场的时候，我们来到那个海关的那个大厅，哇，看起来都讲，那大厅里面差不多一两百个人，排来哦，排到足长的足长的啊。但是我们要为我们的飞行机吼，要为亚特兰大飞到那个，我们的飞机过45分就要起飞啊。然后我们大家都紧张，我讲惨嘛，飞机快起飞了，安尼排到来一两点钟哪会赴？啊，未赴赶不上那个办酒会，安尼要安怎？哦，我们。一个附近就召集我十二个开一个临时会，讲，哎，咱来集思广益，看有啥物方法吼，哎，拜托美国吼，咱他快速通关，赶上飞机这样子。因为我嘛唔知吼，咱的飞行机既然伫飞中间可能较慢啊，比我们预计大概晚了几十分钟，啊，所以就去到遐剩40几分，我就啊，后来夫人就说，哎，是不是秘书长有拿那个邀请函啊？啊，或者潘良王副主席讲，对对对，邀请函在伊家，啊，伊就将邀请函摕出来，啊，附近就讲，哎，无我来摕邀请函，啊，搁迄个飞机票，哎，机票，啊，搁兼咱的台湾公民身份证，吼，咱迄张台湾公民身份证，迄滴摕去甲美国官员，哎，甲因接洽看能不能让我们快速通关。结果夫人就拿了这三样证件去甲因讲。我是唔知要怎样跟他沟通啦吼，结果唔免10分钟尔，伊就跟阮下手讲，紧来来，他在最旁边开一个那个海关那个关口啊，开一个门，讲要让咱往遐过。哦，阮姐做压伊讲，哈，真正讲会通哦，想袂到就这三样东西就他就有办法沟通成功啊吼，所以夫人的沟通也蛮厉害的。啊，然后伊敢开迄个门吼，其他的人伊敢看。迄两三百，拢伊个人看阮啊！阮大家就讲，紧来点点往边啊行，大家就拖着自己的行李慢慢从旁边走。然后在排的时候啊，吼，伊有两个官员底下个人看，拢无啥看到。后来另外第二个官员啊，就搁边啊搁开一个窗门讲，恁五个来这边较紧，哦，恁较紧去坐无人机。哦，既然一下子没多久，一概开两个窗门，还鬼安尼啦。唔免10分钟，我就全部通关完毕，连问都没有问呢。干那，我看我的物件，看我的 pass 过的过啊。后来剩差不多1:20，护士就讲较紧的，爱用走的无吼，无时间的坐不上啊吼。结果大家就一直走，哦，还走个 T 坏，为 A 走个 T 呢，几啊百公斤。结果我走个 C 的时候，我脚一转就袂惊，我就我脚甲讲惨啊，这边用行嘛行袂到，一个用走的。那我一定赶不上，我赶不上怎么办呢？哈，我讲怎么？哦，我一阵的祈求上天保佑，讲天啊，老天爷啊，上帝，你要保佑我，好，我已经坐上飞机了，啊，无我坐袂着吼，我这些哦，大家为着我延误怎么办？结果我刚刚在想呢，一时啊，好像一个黑人的警察跟我抓着我的肩膀，跟我抓来讲，跟我撮，我撮一个讲，什么代志？伊讲问讲，啊，你要对啦？我讲，我要去替换，要坐飞轮机啦，我即马脚行袂去，唔知要安怎？伊就讲叫我去坐迄、那个。因的区间类似咱的区间车捷运，嘿，足紧的呀。我讲哈，这些人搞吗？因为其实我的英文很烂，你知道吗？我根本都听无几句。这个既然想袂到讲，伊跟我讲的，我都听得懂，好奇怪。而且我有办法回答他，可是这种灵感来，你知道？啊，我都底下我都无个惊啊！我讲啊，我停了，赶快找阮后边。那台湾民政府个人行比我较慢的呀，一个比我较侪岁啊，我就再讲，我们。咱来通信也免惊，咱来坐遐啦。叫我到底要载六个人，我们就六个人，很快的就搭着那个区间车吼，就坐到替换无，就顺利的已经坐到遐。所以我这边来大家报讲，其实吼，我觉得个上天都有在保佑我们，不必然啦吼。啊无，你若讲阮这五六个延误啊，根本赶不上酒会，也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啊吼。啊，过来吼，我甲大家报告啊，这就是阮。好，这是我们在文华饭店，这是阮伫文华饭店的合照啦，吼。好，这是咱开酒会一挂相片哈。啊，阮伫四季酒店的时阵吼，我们要去之前吼，因四季酒店诶迄个工作人员吼，就将咱的机啊挂起哩哈。啊，这个都看得很清楚，基本上他很注重我们哈，所以伊拢将咱台湾民政府旗挂上去。
哦，啊，咱的师长，哦，迄阵足欢喜的，伊可能先教的款，因为阮着两三个，计程车两三个，计程车这样带一辆计程车，随教嘛，啊，伊先教伊，哦，也足欢喜的，你看，哦，伫遐比叫人家翕相，讲伊要做纪念，然后，没有了吗？哦，过来，哦啊，然后陆陆续续咱的同心吼，着拢教伊啊，教伊吼，咱的主席，哦，咱曾根胜教主席。伊伫日本是一个脑科，一个脑科的足有名的权威的医师吼。那么足幸运吼，伊要来做咱的主席吼，大家都很高兴哦吼。啊，这一次酒会，这一次酒会他出很多钱，伊出一半以上的钱。啊，其他咱个其他的筹，因为咱这摆酒会可能花了将近20万美金，啊，伊上无出10几万美金的吼，所以咱的主席吼好有心哦，咱足感谢伊。吼，啊，大家同心吼，一只。哦，直接哦，在门口那边合照哈、哦，哦啊，过来因一挂外国人足欢喜，看咱底下拍照，我伊嘛甲咱底下凑热闹哈，咱底下到闹热，甲咱合，啊，这就是咱要去酒会的迄个玄关那个所在哈。然后我们在主席的房间里面，就大概底下先，因为阮足早就去啊，咱6点过来酒会，然后我们2点多就要去遐布置啊，所以大概先去迄、那个。帮去主席的房间遐，大概休息一下。哦啊，这个要到酒会的那个楼梯哈、哦，这是我们去聚会的楼梯。这都那种拍照哈、哦，所以大家都清楚。这是咱那时阵记者会酒会迄个场所。哦，啊，这张可能较无啥清楚。这有写、哦、台湾西部 government 的6点开始哈、哦，连他们那个招牌里面都写得很清楚。一只吼，这里就看得很清楚，这张发大张，叫下台湾西部 government 吼，就是6点开始，6点到9点半，吼、哦，那个因的迄个门牌告示拢安尼吼，哦啊，阮较早去嘛，所以阮就大概底下练习啊吼，底下讲，等下哪要够时间，可能叫大家的表演一些节目，大概跟外国人就是很嗨这样子哈，哦啊，大概底下练唱，哦，迄阵还未开始的，才2、3点迄阵啊练唱，哦啊因。因迄个酒会，酒店四季酒店的迄个工作人员，足仔细将咱炸起的鸡啊，每一只鸡啊，甲画甲足整齐的吼，甲咱拢烫过，吼、哦、啊就即马，因着大家伫遐聚会，伫遐聊天吼、哦，然后这是这一位就是美国方面派来的总策划人员，咱即个酒会记者会总策划人员，伊赶快嘛真早就到吼，了、哦、3点我就到位啊，吼、哦、啊就。跟大家底下讨论讲，等一下来宾来的话，我们那个节目的程序怎么走？这样子，好、哦，啊这就是咱迄个副议长哈，哦，伊拢足认真嘞，伊注意来上来受过训练哈，伊、哦、每一届拢来，拢带人来，所以伊你看伊，我去挂旗的时候，头一个先走去遐讲帮忙啊，底下挂旗子，哦，啊，这就大家底下讨论讲等的程序。这拢还未开始啊、哦、哈，好、哦，这个大概翕一个纪念。哦，这样过来就是6点嘛，哦啊，然后大概就各就各位了哈、哦，每个人的位置都排好了，还有我们都用分配工作，什么人来做什么工作哈、哦，招待啊什么，哦，跟大家打招呼这样子，哦，啊，这是主席。接着雅虎，这是我们高沙的那个主席啊，这是咱台湾民政府的主席，这是秘书长夫人，这是我们刚才那个副主席潘信行啊，这是季教授，他是德国回来的，他在德迄阵在德国在教册啊，伊为着咱民政府当来带着咱台湾，跟咱共同奋斗，这是我们台北州的州长啊，高雄州的州长，哎，对不起，哦，然后咱。陆陆续续，美国的官员呐、啊、哈，陆陆续续6点的人哦开始进场了，然后我们伫门口哦，足欢喜，拢该迎接，因当嘛足欢喜，因为伫四季酒店办这个酒会次数不是很多了，拢是属于很特殊的那个场，诶，那个该应该那费用很贵，一个人哦，一个人将近1000块美金呢，足贵的，算人头的。陆陆续续有很多美国的那边的官员哈、哦，
这位女士，我有跟她去过哈，伊是伫美国国务院上班，伊跟先生做伙来参加咱的酒会，迄阵我有跟伊打招呼，所以我是对伊足清楚的。啊、哦，我是想讲要甲伊讲，啊、哦，对对，这是我们的主持人。这是咱主持人这边的主持人，伊迄阵伫2012年的时阵有访问过奥巴马总统，即届伊是咱的主持人，伊嘛真早就到位啊。这位先生吼，伊会晓讲华语哦，吼，迄阵甲咱讲的时阵拢用华语跟我讲，伊讲伊伫台湾有待过一段时间，所以他那一天也蛮风趣的，甲阮大家聊甲足欢喜的。啊，这是那个美方哈、哦，他们邀请两位那个给咱这招待人员哈、哦，因为他就是审核一，那无邀请他来，人拢袂使入来哦哈。啊，这是我们那个台南州长哦，伊的他在酒会的时候就跟我们一些那个官员呐、啊、哈，遐咱参加记者会人来底下沟通哈、哦，交换名片。哦，这主诶、欸、节目开始了哈，咱、哦、正式从6点过开始啊。好、哦，然后那个这是那个主持人，伊的甲咱迄个啊，我们的曾曾主席底下宣读咱即届起的迄、那个，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一次酒会？就是宣读这一本书，这应该你拢分到嘛哈、哦？啊，伊也分了就无啊啦，嘿，应该嘿，而且。这两本册，阮同事拢有吼来参加，因美国拢总有超70几个，跟记者啊，大概有将近80几个人，每一个人阮拢有给伊一本册。这本册就是咱即届去的目标，就是咱要求因美国爱发给咱旅行证件呐、啊，比照琉球模式发给我们旅行证件，就是我们主席这一次去上个重要的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宣告这个文那个宣告哈，这个文宣。啊，这就是，哦，咱就是办酒会办了哈、哦，办完酒会之后，隔一天，主席甲咱做伙去参观我们的联邦大楼迄办公室。这是咱的联邦大楼，要甲在证明讲，咱真正有伫遐，美国有伫遐甲咱挂牌，而且一个国家，咱毋是国家，咱阿盖是自治区，一个像伊拉克，只能有一个平民政府在那边挂牌，不是随随便便说哦，谁想去。比如说，不是两三个人挂，他只承认一个，因为咱个一比，咱个比国嘛是，比如对林志森博士错，咱作为个比国，所以美国目前是承认我们，所以以后咱底下挂牌。这一栋大楼里面有好几十个国家啊，这是会议室，咱底迄个大楼内面哈，伊有一个会议室，这个会议室哈，就是每一个国家呐有人。有人去拜访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借用这个会议室啊，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就用迎接会议室，我们就底下，大概底下迄个座谈了哈。主席有跟阮，主席也有去嘛，这边看得到。哦，伊就底下跟大家讲话嘛，足欢喜，讲哦，昨个酒会办得非常成功，很嗨啊哈。连那个很多外国人跟我们一起都唱一些那个圣歌啊哈，因为。好、哦，以前哈，我从来没有。无人拍这个照回来，这一次去吼，我们特别一定来拍照回来，给大家看。要进去这里面很不容易呢。啊，这是咱办公室，但是咱的办公室内面哈，台湾平民政府，我们在那边正式有挂牌。哈、哦，在正式有挂牌，每一个国家去弄一定，只要平民就是一个办公室里面，就看他哪一个国家在挂他们的牌子，这是咱底下挂牌。哦，这是真名正言顺呢。啊，大家拢底下拍照留念了哈。嘿，代表处因为，就阮30个拢底下哈，轮流进去，然后在那边拍照做纪念。
吼啊，后来主席就说啊，无吼，咱大家吼，很难得有来一次嘛吼，而且个机会办个才成功，所以我们就拿一个旗，咱的民政府旗，大家拢底下签名做纪念。这个旗啊，咱伫一楼遐吼，有挂伫咱的一楼遐，哦，这是做一个纪念啦吼。哦，大家拢足欢喜的，底下迄个迄个，啊，这就是外表，这外口。哦，啊，这联邦道路，这栋就是美国联邦道路，所有的平民政府拢有底下设一个办公室。哦，这是它的外观，我们从对面去拍的，给各位看。哦，啊，这是我伫遐门口遐拍照和留念的。哦，啊，我好，安尼来，我搁甲大家报告吼，后一段。过来，咱要甲大家解说讲吼。台湾民政府是忠心伫美国本土的台湾美国军政府，伊是一个美国一个政府机构，伊个政府机构的名称吼，叫做台湾美国军政府，台湾美国军政府，真正名称名称呢，应该叫做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指导者呢，指导者是美国军事政府，所以美国军事政府下面有好几个。比如说哦，伊拉克美国军政府、台湾美国军政府、琉球美国军政府，它有好几个管辖下，但是以美国军事政府管辖下的一个叫台湾美国军政府，这嘛是他们一个公家机关之一啊哈。伊是根据哈《旧金山和平条约》第23条的规定，啊，就是讲以政府者的占领义务所设立的咨询机构。所以呢，一切软硬体费用本来就是爱予占领方诶美国国防部来筹拨诶吼，毋是比占领方诶本土台湾人来张罗。所以我伫遮是要讲，如果美国伊即个呐，美国军政府伊即个呐，甲咱看咱这个节目诶时吼，我请他吼，因足慎重，就是讲希望美国因依照伊拉克诶模式拨一些经费协助我们台湾民政府，因为。咱行这条路行到足艰苦，因为咱想要做干部训练，也要一些经费。但是因为咱碍于吼经费有限吼，一直无法做干部训练。我想讲美国军政府、国防部，你是不是应该拨一些经费帮助我们怎样去做干部训练这件事情了哈？过来凹几度，哎，怎么进不去？伫会中吼，主席喏，伊有甲咱发表一个足重要的演讲吼。主席伊有讲吼，日清马关条约了，日本天皇拥有台湾澎湖领土的主权。日本政府伊敢有具备台湾群岛管辖权？太平洋战争了，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群岛的管辖权，但是日本天皇并无被要求放弃台湾群岛领土的主权哦，吼！所以日本天皇的台湾领土的主权至今是无变哦。旧金山和平条约了嘛，记甲清清楚楚了吼。伫美国国务院伫2004年所释放出有关美国甲中美中关系的正常化过程的解密资料里面有披露，当时讲尼克森甲基辛格。在迄个时阵，确实嘛有意图要将台湾出卖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进行完吼，日本的依着《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的规定，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权了。台湾的领土不是周恩来甲基辛格所无知认知的迄无主地哦，那不是无主人的无主地哦吼，嘛不是会使予人以心占心赢这原则实行。单独还是联合瓜分占领这个方法的哈，进而宣示主权这个土地。虽然直接标，我等下给大家解说，这是有主人的土地，台湾是有主人的土地哦哈。周恩来跟基辛格两个人是忽视了日本已经在1945年4月7日，啊，搁是战乱的时阵哈，日本天皇就将台湾编入伊神圣不可分割的法定领土的事实，我等一下会拿一个证明给大家看吼。在万国公法的架构里面，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已经是受到天父不可移转的主权义务所拘束，因此将台湾
动作是无无主地，这个处理是无主有不具有正当性的哈。相反的，台湾是从来不是中国的法定领土哦，法定领土哈。所以法理上无归还中国的必然性跟正当性。直接主席有跟咱讲，日清马关条约就是伫迄个清朝的时阵，大清皇帝跟日本伊是有打仗嘛，就是甲午战争嘛，甲午战争清朝拍输，清朝拍输，因就签一个马关条约，就是日本甲清朝签一个马关条约。迄马关条约内面有写甲足清楚，迄阵清朝嘛有要将迄个奉天，就是东北即卖东北三省甲台湾、澎湖、群岛拢总要割予日本。迄阵的马关条约都开始写是写呢，后来英国甲苏联伊就出来抗议，伊讲吼，伫伊万国公法甲国际化，国土是不可分割的，你袂使因为战争将你的国土割让出去吼。达到迄个咱的潘主席嘛，甲咱大家解说嘛，所以伊讲吼，奉天就是东北三省是你清朝的国土，你袂使甲割出去。啊，所以日本伊嘛依照，伊算讲伊的这个条约签的时候，别个国家可以抗议嘛，吼。结果苏联甲英国出来抗议了，日本嘛遵照万国公法，将奉天割还予清朝。所以东北三省哦，伊就后来又还给清朝，但是清朝有用黄金去改，算讲有用黄金改迄个抵押来赎回安尼啦吼。但是想到台湾朋友会使割让，他就英国跟德国就没有抗议，讲你台湾朋友袂使割让。他们为什么？因为当初台湾个朋友是清朝的扩殖地，扩殖地比殖民地搁较低一级的，所以他不是国土，国唔是国土，所以他可以割让。因为一战争，按台湾当被当作袂输讲一个抵押品啦，伊就袂输讲还人家债务，结果拍输讲，因两个相拍，甲台湾也无啥物代志，结果就将咱台湾割予日本，做赔偿品割给他。所以日本哈，一接收台湾这也正割让给他的时候是很正当的。当初世界各国无人抗议，干他，所以这是很正当。日本接收台湾是一个有正当性的一个条约嘛，哈。啊，过来就是迄、那个要甲大家报告的讲吼，我只有讲着讲，伊迄、那个，咱第二世界大战的时，日本伫迄个1945年4月7日的时，因为日本几十年来就很用心在经营台湾嘛，然后后来打仗的时伫4月1日，日本天皇可能迄阵想讲，惊伊拍袂赢是安怎？伊迄阵是4月7日，伊有颁发一个诏书，伊将台湾。他说哈，他把台湾编入他的南部国土的延伸，叫诏书哈，已经证明。这份诏书哈，我等下让大家看一下哈，这里面是日本天皇，伊当初有讲，伊要将台湾澎湖割变成他们南部国土的延伸，足清楚的。伊颁发这诏书的了哈，其他各国没有人提出异议，无人抗议，也是有异议，所以哈。台湾就名正言顺变成日本南部国土的延伸，所以才有讲到讲，旧金山旧金山合约伊虽然讲把台湾割让出去，主权割让出去，但是实际上一国际法是不成立耶，所以他只是悬空割让，他并没有把台湾割让给任何一个人啊，因为当初美国是联合国来宾常用的呀。军事，所以哈、哦、是予美国做军事占领的地所在，但是不能变成美国的国土，哈、哦，免变为因为伊是日本当初就是已经将台湾变作伊的国土，所以咱达到有干嘛？当初清朝要将奉天割给日本的时候，人都有抗议啊嘛，啊，现在啊，这个所在因为伊是悬空割让，所以没有人抗议，只是咱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区啊，盖。还要回归到日本天皇说，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麦克阿瑟总那个军事的那个美国的军那个军政府的最大的首元帅啊，伊去占领日本嘛，因为日本打败仗，伊的军事占领日本，伊伫甲日本伫足短的时间内面就成立一个日本平民政府，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修改日本的宪法。
把日本的宪法修改，跟他讲日本伊的宪法的领土，跟他北海道四国，本州跟南九州四个岛尔，伊目前小日，迄叫做小日本，也管他可以管辖区，跟他四个地方。啊，所以吼，当初因日本已经战败嘛，所以他们也不了解这些，所以的他的认为他们日本只有这四个岛而已。实际上，日本大日本天皇，伊管辖区是足大的啦，很大啦。北方四岛、台湾、澎湖、琉球都是日本天皇的嘛。啊，但是小，并咱讲小日本就是这四个岛尔嘛。迄是麦克阿瑟改伊的宪法。啊，但安倍晋三迄阵有一唔知几年前走去苏联。去跟那个普丁改讲，伊要甲偷北方四岛。普丁改讲，你凭什么搞我偷北方四岛？伊讲，伊就感觉够奇怪，讲现在北方四岛本来是日本天皇的嘛，吼，日本人的大日本帝国的。啊，伊要去甲偷，伊讲你凭什么来搞我偷了哈？伊又讲啊，为什么伊是日本本来的土地，为什么不能偷？国土不能分割嘛？伊讲伊去偷北方四岛是日本大日本天皇的国土没有错嘛？伊要去偷是正常啊。伊讲你凭什么要来搞我偷？啊，伊就干嘛做压？伊讲啊，这是我日本的国土，为什么不能压？讲你搁等伊读册，等伊读册，你搁知影为什么不可以？后来伊就派严秘书，安倍晋三就派严秘书来跟咱秘书长改请教，秘书长就改上课。尾后伊个知影讲，原来伊即马是局限于日本宪法是小日本。伊爱吼修改伊个宪法，咱秘书长改讲讲，你爱修改你个宪法，变成把你的变成以前那个恢复你以前的那个大日本帝国迄个宪法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去要北方四岛，个要台湾澎湖。所以安倍晋三伊就足努力的等来第一项工课，伊当的首相之后，第一项工课是修改宪法。听说应该十二月底以前可以修改成功了哈。如果他们顺利的话，因为今嘛拢行民主的时代，所以呢反对党嘛是也因为共产党的加介入，可能他们在修改宪法之间也不像以前说那么顺利了哈，而且应该也成功了哈。听说到十二月左右他们就修改成功，我在想了哈，因为修改宪法成功，第一行一定先偷北方四岛，过来就偷台湾澎湖了吧哈。然后大家看了哈，我也希望他赶快成功哈。诶，诏书里面的个证明讲，以细为切一，颁发证书诏书，但是8月15号日本宣布导航，虽然只有四个月哦，只有四个月，但是它只要有一天的存在，那就真正那个诏书就是成立的，哦，所以台湾是大日本天皇的残余领土是没有错的。第一，依那个他的依国际法跟战争法来讲都是 OK 的，因为没有任何一国家提出异议嘛，哦。过来哈，曾根主席又搁讲了哈，伊讲吼，美国总统吼，应着按照国际法，我这样，美国总统应该按照国际法，予台湾人亲像当年琉球的人民同款领有人民的旅行证件，予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流亡伫台湾的中国人，伊的配偶以及伊的子孙呢？哦，这我都有讲过嘛，哈。哦，这只，哦，我现在甲大家报告甲讲哈。伊讲吼，美国总统应该按照国际法，予台湾人亲像当年琉球的人民同款，领有人民旅行的证件。因为琉球是美国军事占领区嘛，台湾嘛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区，所以我们要求他，我们也要跟琉球人民一样有旅行证件，予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流亡伫台湾的中国人，伊的配偶以及伊的子孙，依照中华民国的国籍法，甲世界人权的宣言第15条。内面有讲到，讲每一个人有拢拥有一个国籍的权利，这个原则，伊敢会用选择中华民国的国籍？讲的就是蒋介石集团，伊带来60万大军，甲伊的迄个配偶甲子女啦吼。但是对于本土台湾人来讲，和中国人强迫伫1946年1月12号集体归还
归为这中华民国国籍，是台湾人的无奈甲无得不得已的选择啊。因为伊国际化，伊要占领咱台湾的时阵吼，要改台湾人的国籍，应该予台湾人民有两年的选择机会。但是蒋介石集团来，伊拢总无予所有台湾人有选择的机会。伊伫1946年1月16号，全部甲咱拢总将所有诶人拢总改做中华民国国籍，本来叫做大日本台湾的国籍，但是伊拢无经过予咱台湾人有选择机会。所以就整個都改改改，所以这个所在嘛是咱足幸运的所在，因为我们完全被迫也无奈的那种无选择的机会，所以我们有机会说我们要恢复到以前的国籍，因为咱阿公阿妈伊当初伊嘛唔捌国际化，伊享用个改做中华民国国籍，伊嘛唔捌啦，伊嘛不会提出抗议啊吼。因为吼中国人吼是台湾人的占领方啦。而且是已经无国籍的，因为当初咱台湾被悬空割让起来，当所有台湾人变成无国籍嘛，吼，因为你变成日本天皇，伊就将主权拢割让出去嘛。啊，你台湾人照讲，迄阵伊也予咱两年选择，因为是要选做日本人，你就去日本嘛。啊，无你无爱就留伫台湾，那你就变成中华民国国籍，但是伊拢无予咱选择，所以迄阵咱是无国籍的本土台湾人嘛。当初咱是比较那样，法律上呢，本土台湾人他没有妥协，也没有可选择，伊无第二个选择的机会，所以这是中国人甲本土台湾人国籍的情况，国籍的情况，伊袂使混为一谈。本土台湾人的地位，本土台湾人地位正常化的道路上吼，咱六十八年来吼，和中国人的政权强迫执行语言跟血统的消灭，是比占领下的无助人民，伊并无参与被占领方的立场。以国际法律有一个例啦吼，流亡伫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就是达赖喇嘛带一群西藏人民流亡伫印度达兰萨拉，伊袂使参与印度的选。诶，政治的选举嘛，吼，这大家应该足清楚。同款，这个道理，本土台湾人当选流亡政权的总统的时阵，当初去予连战先生称为窃国，就是这个道理。我直接甲大家解说，就是讲，这是下一段吼。因为吼，有一个咧，伫印度达兰萨拉有带20-30万个人流亡伫印度，达兰萨拉迄个所在是一个山顶，然后一两千公尺的山顶，迄个所在吼，生活环境真的实在很不好。啊，因的西藏伫迄个所在一个区，一个集中在遐。啊，伫伊西藏因伫遐选因的议员，甲选的总理的时阵，印度敢有可能去参加西藏的选举？无可能啊，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大家拢会用想嘛吼。西藏因家己选的时阵，就因一二十万人，因家己选的议员，因毛议员咯。我等下若有机会，要有时间，我放吼大家看吼。我有去参加印迄、那个去年8月参加印度因的国会开幕的典礼，因有邀请阮去，咱民政府派五十个人吼，诶、那个去那边参加因的那个开幕吼。等一下我会大家看有时间放好大家看。啊！你想因去选举的时阵，印度这边，印度才有11亿的人口，敢有可能去参加因的选举？无可能嘛！伊嘛20万人，20万人家己去选的总理的议员。相同的道理，印度因去选因的议员，也是总理的时阵，达赖喇嘛因20万人，敢有可能去参与印度的选举？不可能啊，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拢会想会通。但是这个道理。甲搬来台湾，啥物大拢想袂通，因为咱拢去用洗脑去啊，咱去用政治跟语言吼，68年来吼，咱去用做那个语言跟血统的消灭，因为占领者将来唔捌甲咱本土台湾讲咱真正历史，咱真正的历史是什么，他都不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也迷失了，尤其咱自幼稚园读小学的，伊讲要反攻大陆啦，解救大陆同胞吼，啊，蒋总统万岁啥，吼，甲咱伊洗脑，自以前的伊甲咱洗脑，所以咱语言甲血统拢去用洗脑，伊讲咱是中国人，其实伫迄个时阵，其实咱是本土台湾人，足侪拢是平埔族，
啊，佮加足侪，因为台湾拢总有吼七个国家占领过嘛，葡萄牙、西班牙、哦、荷兰、清朝、日本、郑成功，吼、哦，啊，佮即马中华民国，佮即马目前的美国，拢吼总有超过七个国家的基，咱一定血统足混，加足侪混血嘛，所以咱根本都唔是因讲的中国人嘛，啊，因带六十万大军来台湾。因去选举的时阵，应该是因60万大军去选就好啊。啊，咱台湾600万啊，咱选咱的，伊选你的，应该是安尼对不？但是是不是伊甲咱做，伊甲咱说，甲咱已经甲咱错误的教育，互咱都忘记了。咱有600万人，既然去参与60万个人，60万的去选举，啊，咱既然咱阿扁总统选赢的时阵，迄阵连前就伊讲阿扁是窃国，窃国。迄阵我伊压伊讲窃什么国？我赢你一票就赢啊，是安那我是安那窃国。原来我现在想通了，你若将迄个达兰萨拉吼、刘西装这个例子搬来台湾，真正咱根本都无需要去选你的总，无不需要去参加他们任何的选举嘛，对不？因为因60万人去选你的，咱600万人选咱的，这是足正常啊。只是咱台湾人拢人格错乱去啊，已经吼教教拢已经人格错乱了，拢唔知家己是真正的身份是啥物啊。所以你若用别国的咧。改坑伫咱的台湾这模式，咱都足清楚的、哦、所以阿盖因中华民国拿任何选举吼、哦，去参加真正是无意义啊！你也看印度，印度因选举，那有可能和达兰萨拉去跟人参与啊？为什么我们600万人要去参加他们60万的迄个选举，根本就不要。我讲是讲60万跟600万是迄、那个。1946年，迄个人口啦，当然，咱即卖已经增加2-3倍啊，吼。啊，做一项，伊吼，伊当初伊拢将咱吼当作奴才去甲咱迄个，你想吼，咱阿公阿妈迄个时阵拢做甲要死，尤其佫用4万换一块，大家拢变病散啦，不好嘅人，大家拢变病散，变成你，就爱伊拍拼，伊做伊做，你讲安怎做，你都做属于遐公务人员，因为公务人员。个老师、军人，他们享受非常优越的、优渥的那种待遇啊！我还记吼讲阿兵哥啊，吼吼，拢伫迄个那种茶店啊，哦，伫遐泡茶安尼凉凉，啊，都有钱安尼啊！啊，结果咱看咱的老爸老母啊，做甲哪牛嘞？结果讲一下讲要买一块猪肉来食，都要考虑到足久的，到去买一块猪肉来吃。结果因就只要吃香喝辣的啊！为什么？我们台湾人。自己当奴隶不晓得，然后想讲啊，有饭好食就好，有饭好食，啊，有饭好食就当作低起就好啊，低嘛是有饭好食啊。但是我们好可怜，比猪还不如啊，猪还有人家喂它，我们还要自己去拼了老命去赚一点点钱买东西吃啊。好、哦，所以吼、哦，咱从当作奴才拢唔知呀吼、哦。尤其你看哦，一只，你讲马英九对王金平，马英九也很看不起王金平，你看他对他多少次的侮辱。但是王金平既然拢无要紧，迄真正是讲人格错乱，我想拢无。我唔知伊是叫做忍辱偷生啊，是啥？啊不，我感觉讲哪是种个性，我真的，我真的不晓得。王金平应该是目前吼台湾内面伫中华民国内面做官做上大个啦吼。既然伊连忍受马英九一对伊这种侮辱，哦。受不了，我唔知要安怎讲伊。这尽量就是，尽量讲，甲咱做语言跟血统错乱，吼，咱人格拢已经迷失去啊，吼，咱不知道我们自己真正台湾人的那一种身份啊，吼。伫遮我阁大家吼报告啊，吼，讲当中国殖民政权伫台湾的时阵，哦，这切过，再下一个吼。伊中国殖民政权伫台湾的时阵，美国军政府改伫伊对台湾的代理占领，而回归成为中国流亡政府之后，就是讲麦克阿瑟伊无来占领台湾嘛，伊走去日本占领日本，所以吼蒋介石集团来代理他来占领台湾。当然吼，当然就是讲吼，伊中国吼蒋介石集团伊无参与台湾政治的立场啊吼。我这边有讲到吗？哦，对，直接吼。以蒋介石集团，他没有参与那个我们的，就上一页吧，六几家，好、
美国军事政府改伫对台湾的代理占领，然后回归成为中国流亡政府，就是讲吼，中国日本政府来占领台湾。当然，伊都无参与，就蒋介石集团他没有参与我们台湾政治的立场啊，就是我们当初应该是予咱600万人家己选，然后因600万人选因的，咱选咱的，但是伊拢无甲咱教，也没有这样子做了吼。照讲伊是无参与我们台湾政治的立场吼，所以伫咱即摆准备回归到我们正常的体制的，像未来咱台湾正常的体制内面吼，不会存在有流亡中国人参与的空间呐，所以就无所谓代表人这个问题啦吼。实际上，流亡伫台湾的中国人，实际上流亡伫台湾的中国人，伫个国共和解了后吼，伊就必须要随着国共之间和平协议层面的加大还是减小，最后伊将会丧失伊伫台湾流亡的正当性，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内战的问题了，所以伫台湾中国人伊应该等于中国啊，就那像西藏以后如果说了吼。如果伊阿公以后他们那个他没有流亡的那个议题，因为达赖的妈妈也是很想回去他们中国西藏遐，但是是共产党不要登记。如果他没有，如果共产党以后让他回去的话，当然就好像说，起码对，如果他没有那个他们没有内诶、欸，应该因他们是胜内战，他是占领。如果他没有占领，那伊背后西藏应该的独立的为，当然达赖来嘛，伊都爱登记嘛吼，他就没有流亡在外面的正当性。相同的这个道理，你也伫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伊伫因中国那边，伊并无内战的问题嘛，伊个埃克瓦签了了，因都已经和解嘛，所以应该伫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的。即顶人个爷后代应该都爱回去他们中国了哈，以国际诶迄个理论来讲是安尼啦哈，伊都无伫流亡诶正当性嘛，啊，搁有一个例啦哈，日韩并合了，自从朝鲜移民给日本的在日朝鲜人，一直到今仔日呢，依法正式规划伫日本以前呢，仍然没有享有政治。参政权的特别永住者，并非自动成为日本人的人，就是讲当初日本有刚占领韩国，他有并吞韩国，啊，也并吞韩国了，有韩国遐有一群人跑到日本去做工的款，然后，啊，迄就是讲在日朝鲜人，后来朝鲜家己独立了，伫日本的人拢总几乎都回去了，但是有一批人他就不想回去，伊就日本已经住惯习，也是有娶日本人啊嘛吼，也是嫁日本人，所以迄就是在日朝鲜人，这个人伫日本一并未使参与他们的参政权啊，免选举哦，免参与他们选举或被选举哦，赶快啊，盖蒋介石集团遐人若登去中国了，一定嘛有一部分的人会扰乱，就是在台的中国人。好，一个在日朝鲜人，啊，盖咱叫做在台的中国人，在台中国人，同样道理，他也不能参与我们台湾本土台湾人的选举，哈，哦，这是以国际化来讲，都是我讲的，这是很正当性的哈，哦，所以哈，哦，国籍的认定呢，哈，哦，所以才讲着讲国籍的认定，法律占领全国，伊美国呢是属地主义。伊无应该抵触法律占领主权国，而日本伊是属人主义，所以至于伫台湾的领土呢，因为咱目前台湾无国籍化，因为他日本修法还没有过嘛吼，所以目前台湾是无国籍嘛，咱大概应该是属于无国籍，是被美国军事占领，所以因此呢无任何的法律或主义会用遵循，就如同流亡伫印度的西藏人，伊并不是印度人哦吼。同款流亡伫台湾的中国人，伊毋是台湾人。台湾民政府未来的大政治工程呢，就是台湾著名的华理身份的认定，而唯有华理世尊，伊是不二法门。咱安尼到我分，有法度分出是台湾人甲中国人啊，一定爱以这个国际化来讲吼。啊，怎样？国籍的认定，伊无关认同，你纯属华理。国籍无有人情的啦。哦，讲我，你跟我什么人结婚，你就变做外人。这没有这种道理的哈，没有感情用事的哈，一定是以法理依法来讲的哈。所以本处的酒会呢哈，
尤其本会、酒会、甲记者会了，台湾民政府的民众呢，会用凭着台湾民政府发行的台湾政府身份证，这是咱对美国的要求了哈。因为阮去年阮有50个人，大家又花了很多钱去告美国政府，要求他要给我们旅行证件，然后已经告了1年多了，目前还没有消息。我嘛足希望直接呼吁美国，你要赶快拿出你的魄力啊！吼，台湾台湾人甲琉球赶快发给我们台湾民政府旅行证件呐！吼，直接就是哦，来，我甲大家，再过一个时间吼，甲大家报告一下吼。你看，这是咱酒会状况哦，盛况。拢总吼，咱有30个，因迄边有只有80个，100多个人吼，伫这个酒会内面吼，足热闹。主席底下。就是宣读，咱你看这本册哈，啊，这酒会盛况，啊，迄阵大家都兴奋的，底下唱信歌哈，啊，因外国人嘛，底下跟我们一起合唱，因外国人讲哈，他们很享受这一次的状况啊，伊讲哈，足久唔捌玩那样啦，尤其咱吼，咱是临时的节目哦，临时底下想着讲。那么摆这无临时，大家嘛多才多艺，临时吼底下状况随机吼去外口压印，预定到揪迄个资料，揪迄个歌词哈，然后马上影印，大家在那边练唱啊，外国人跟我们一起唱，大家很嗨哦。然后我们有请乐师，有三个乐师底下给咱伴奏，哦啊，主席嘛唱到足欢喜，迄天可能伊上欢喜，伊本来哈本来。他刚掉，伊就要随登去日本啦。尾啊吼，伊足欢喜，佮留一天，佮阮做伙去参观我们的那个联邦大道，因为他很忙。伊在日本有开一间病院嘛吼，他自己是院长，他很忙啊。哦，因为咱的原住民朋友，咱高沙族的朋友呢，吼，迄天上出风头。咱这个朋友啊，我迄阵拢叫伊王子啊。你毋知影，迄阵洛杉矶吼，佮敢若报伊尔，然后报阮，敢若只有报他，而且怕。哦，他那一天他最，因为他穿的最少啦，伊穿上少，所以伊讲记者记者跟他报伊。哦，那这是我们的那个连先生，那个政治局的主任。哦啊，这是我们那个叶州长，新竹州叶州长因好生，伊的公主啊哈，伊即届。即个伊就是伫即迄个咱的文化饭店底下去，员工嘛，啊，伊即个做很多，他帮我们很多忙。哦，他外语能力也很强。这是剩，这可能网络嘛，我研究到了哈。哦，啊，这快要结束了，我们大家底下拍照哦。我到9:30，因个既然那。外国人够足侪都唔走，10几个都唔走。伊讲吼，他很享受，他伊个底下坐啦，坐底下跟我底下聊天，聊到即边10点，吼饭店的拢电话关关掉吼，我们才大家才离开。哦，他们说很享受 enjoy 那一个气氛呐、啊，我们把那个气氛造个很嗨这样子。哦，哎阿哥吼，阿德接着是因为那个主席他很高兴，阿德有一天晚上吼。像我伫文化饭店，大家底下用餐，因为阮即届去一个人吼，我拢家出钱的，一个人爱10万块，当然10万块一定是无够的，敢若机票都将近7万块的，啊，都住宿，我们都是住那个，我秘书长说我们是代表政府出去，所以我爱住5星级的饭店，我本来想看住较俗的，伊讲袂使，一定爱去住5星级的饭店，住迄间上贵的，一个人一暝哦，拢4-5千块，所以根本都无够嘛吼，10万块不够啊。啊，我们那个吃哈都没有，都要夹个低啊哈啊，然后我们就带了一些那个，这没算过，然后哎呀、啊，对啊对啊，无啦啊，就是啊，结果那主席就请我们大家用了一餐哦，迄阵哎，你也知哦，这足简单一顿，哎，上少要60块美金呢，哦，他随便吃一餐都要60块美金，你知道那个饭店那个用餐很贵呢，哦，啊，这是最后一天。我要回来的最后那天的中道时，秘书长很欢喜的，他说美国给他讲，就是通报，就是打电话给他讲很多好消息，他就很欢喜，他就最后一天的那个中午餐，他说他要请，当然秘书长没去，是夫人代表他，
招待我们了哈，啊，我们就底下啊，大概就底下讲这一次的心得，还、啊、有这是政治到阿公了，伊实在是我对秘书长两千块两年，今仔日嘛做辛苦，伊老迄阵老本吼，老西家讲欠两百几万，然后秘书长一路走来一定要花很多钱，但是当初还没成立咱的那个华理学院时，根本拢无经费来源呐，啊，各比各伊是搞，阮迄阵吼拢。那我那我过几啊年嘛，两千块两年开始过嘛吼，到2010年几乎才算没有诉讼费用较超前嘛。近两三年，美国律师费用每一起诉拢要3万块美金呢。伊即马啦，律师钱无啊，无够钱啊，伊就会甲阮集合伫迄个乌日台中乌日高铁站，拢叫阮去遐集合，去遐就是要甲大家讲话，伊会甲阮去吼，就是要甲阮报告讲即马过到啥物程度。然后现在律师会已经没有，大概都各家己主动爱汇钱回去律师乡，自动要汇到那个美国律师那边呢、啊、哈。他是不，秘书长是不经手钱啊，所以哈、哦，我们就自动汇过去了。啊，政治到阿公哈、哦，伊塞欠两百几万，拢投资伫台湾民政府开了了，所以啊，他就讲一些他的那个，伊讲伊足欢喜的，讲伊食到遮老啊，佫已经参与这个。这个盛世哈、哦，他认为他人生足有价值的，好、哦、啊，我们就在那边聚会，也最后一天哈、哦，大家底下这边结束哈、哦，好，所以一个时间哈、哦，我可能你跟我前面我放一个，我们去印度的那个，好，我们去印度那个好不好？哎，那个还有一个印度行，你刚刚应该看，搞锤印度的，还是你德兰沙拉？影片吗？不对，但是哈、哦，那个达赖喇嘛还是那个达赖喇嘛是世界去演讲啊，实际上底下是伊即马去培养伊一个新的迄个嘿。无多哈。要放影片还是照片？放印度型的影片。影片哦。嘿，我有一个印度型迄、那个我的记忆卡里面。都这呢？印度型一袋就好啊。从第一放了。啊无。啊，放张一袋给大家，哎、欸，就达赖喇嘛，我跟达赖喇嘛合照，迄就好啊。咁有我都放的。你要知道，我先给大家讲，哦，啊，这部相片哈，我迄部相片哈，可能弄迄个影片的哈。他后边迄阮个。我们跟达赖喇嘛合照遐几片啊，吼，大家看讲，阮迄阵吼，哦，坐去到印度，坐去到德兰沙拉，真正是种生命哈难无去，真的，哦，这要讲起来，唔知还阁有时间哦，我是因为要打五分钟好了，因为吼，阮50个啦，吼，啊，秘书长无爱给阮钱一台车，伊讲啊，无用两台巴士吼，大家卖坐个遐艰苦安尼，就两台巴士，我坐第二台巴士。然后，为台湾飞到香港，为香港到个飞去到德里到个飞去到印度一个唔知什么城市哦，我想袂记，迄名记袂起。然后那个城市到个坐巴士哦，坐巴士坐十几点的巴士，坐去到德兰沙拉，十几点钟哦，迄偌恐怖，迄是森林内面去走呢，哦，因为。咱可能哦，做好运的啦。我坐到迄第二台，迄台可能是我要派去的巴士，伊知影。第一台可能好主席因坐是第一台，我好个再坐第一台，因第二台因可能惊死。好、哦，我坐第二台啊，我有一个大哥啊吼，跟阮去一个通信啊。伊可对车做内行，伊听到迄车的声，伊就感觉这台车有问题啊。伊吼就随等100块的美金吼，迄个司机呢，啊50块迄个司机边啊一个迄个。助理，伊一个司机，搁一个助理，伊就随等100块美金，搁50块美金给因呢。讲拜托，伊爱赶兵啊，一定爱送到德兰沙拉呢啦。哦，如果没有他这个动作啊，我唔知影伊事后甲人讲的啦，我唔知伊有那个给他小费，100块对伊来讲已经超过因一个月薪水啊呢，超过他们一个月薪水。所以司机吼足用心的，我们就其实吼，你为香港要去到德里，坐飞机这个。哦，迄搜身搜5次啊！因为听说哦，因遐足侪迄个恐怖分子会那个劫飞机嘛吼，哦，安尼落去
向已经出去到海关啊，要去坐飞机安尼，要入去到飞机顶内面，搁搜了三次身，搁一牙签的哦。他们都是好像印度人，印度的军人底下给他请，每个人都搜身呢、欸，女生就女生，那鬼员工啊，看你有诈钱啊啥不？哦，就搜得很清楚。然后我们一直，我们到那个沃辛宫，我们从德里到那个另外那个城市的时候，我坐巴士嘛哈，要去德兰沙拉，我坐到第二台，那台竟然十几点钟哦，半路破链，啊个吼，链轻个链出去，哇！记嘞，个那边迄落咱的脸啊，脸筋个脱落啦，哦，病变叫大家惊一点，我惨嘛，哦，要迄个山顶哦，迄个将近一两千公尺的山顶，要爬起啊，爬袂起，个倒退路，我讲惨，迄阵个半暝呢，暗暝摸啊，可能九点嘛，十点咩，拢全无电话，因为我们他那个还算是他们的那一种很好的道路哦，既然崎崎岖岖，因的路是安尼。那个就是坑坑洞洞的那个路哦，对啊，吼，靠靠靠靠靠，啊，因拢无红绿灯的，啊，因是左边开左边那一张，哦，哎，哦，这阮是来来妈妈有甲阮开示啦，开示啦吼，吼、哦、啊，我们跟他合照，啊，因拢甲阮用，这跟有的哈达啦吼，他不过我们每个人都挂哈达达，这个、大哥啦，我就感谢伊啊，他啊个一听讲政治大哥嘛有靠迄个司机小费啦。一这个、大哥跟政治到阿公哈、哦，他们好像都有给司机小费啊，感谢啊，阿伯司机可能袂太认真，变啊，迄应当讲够老嘞，哦哦哦哦，开中诶，开讲，哦，足恐怖，迄一路上我真正是讲，惨啊，阿弥陀佛，我唔不。我后尾就死在战场，不要死在印度，他就惨了，因为车个倒退路啦。哦，迄阵我行者，还阁是山顶安尼倒退，啊半暝啊迷茫嘞。你知影因迄路还边个树啊偌大丛，你知道？我安尼有伊有电灯安尼有照看到吼，我安尼甲看者。迄树啊，好，我可能两三个毛啊。他开那个森林的道路，伊个那么去印度做些可能原始森林。规中开路，迄边啊树啊拢足大丛的，拢那袂输咱迄个阿里山的神木遐大丛，啊规路拢安尼。哦，我迄阵啊日时咱看一定足水的，只是因为迄阵拢半暝啊，所以我拢无看袂着自己捡会久的。哦，他们树怎么那么大棵？原来我们才知道我们在森林里面跑那辆车在森林里面跑啊。我去刚打烂沙拉的时阵，迄个司机哈是迄、那个，什么锡克族的人。伊袂晓听英语，然后阮若袂晓讲锡克族的话，伊看起来就像啥，就像迄、那个那个谁，被美国追杀杀死那个是谁？啊，伊长得很像宾拉登，哦，既然伊真正好嘴笑的，然后佫很像宾拉登，那个样子真的非常像宾拉登，然后讲哦，既然宾拉登甲咱开车开进来了，哦啊，结果阮去甲达兰萨拉迄、那个看到因西藏吼。西藏一个会晓讲华语的人的时阵哦，吼欢喜个，半暝差不多十一点嘛，半暝十一点，甲去甲因迄个所在，看到伊的时阵哦，非常高兴。为什么？伫一路上要甲伊沟通，无得沟通，想要上洗手间啊，十几点钟啊，一定爱洗上一号什么嘛哈。结果甲伊讲，叫伊停落来啊，我们要上个方便这样子，伊竟然开路径啊。啊，伊甲伊讲开遐慢，开遐慢嘞，吼足恐怖。啊，刚好因去开左边的哦。因车吼、喔，无红，因规路拢无红绿灯呢。竟然两台车开，拢开足紧啊！叭叭叭叭叭，一叭，我想惨啊！吼，左边对面一辆车，我们这样开，然后好像快要撞到，竟然无弄到，拢会闪过。有够厉害！逐台车都咧，规路拢讲惨啊！迄一定咧弄到的，迄车咧一日来一日来，然后一直一直一扒一扒去，啊对面嘛一直扒，结果吼拢有闪过，拢无弄到。我讲因咧技术是。哎、欸，哦，够厉害！伊比迄个 F1 吼，比迄美国个赛 F1 的迄个开那个车还厉害，那个司机每个人吼，已经拢一级棒诶。好、哦，有够恐怖，坐一台车，坐去印度坐一台车，足好可怕。哎呀，哎、啊、诶、欸，我留五分钟，我们的那个副委员长吼，伊要甲咱，吼、哦、要甲咱讲一话吼，好无？没了。
安尼吼，啊无好，我甲大家报告吼，迄、那个，这都是阮去迄、那个，迄、那个达兰沙拉乡，哦，那我们跟那个达赖喇嘛吼，伊甲阮开示嘛，我、哦、大家足欢喜，好、哦，然后伊哦，伊拢讲英语啦，他全部都讲英文，然后他有一些什么华王，另外一个华王，伊就会晓讲华语啊，哦，伊就用华语跟阮讲，啊，那个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伊拢用英语讲啊，哦，啊，我们有五十个人。吼、哦，迄几笔拢爱收身呢。迄达赖喇嘛，我们要见他不是这么容易。伊讲吼，遐人吼、哦，讲没有第一次有安尼这样接见我们的、啊。因为一般吼、哦、要见伊吼、哦，拢爱讲听讲爱几个月前过来跟伊预约啦。嘿啦，吼、哦，我们很幸运吼、哦，我们可以跟达赖喇嘛，而且他还做华会。嘿，然后讲跟他搞完几个开始，然后我们如果有问题吼、哦，问他吼、哦，他都会马上回答我们。哎、啊，我迄阵我唔知影讲会使问一寡佛学问题，这科学我迄阵无准备一寡佛学问题去问。啊、哦，哦，嘿，这样吼、哦，可能时间到吼，好、哦哦，好，我甲大家报告到这，好，谢谢。各位学员，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啊，楼卡一楼的餐厅食饭。